米糕配四神汤，六十年必吃老味道。太咖后矮黑梅森，今天要分享的是位于台南保安路六十年古早味米糕店保安路米糕。来到这里的每一位都像是回家吃饭一样熟悉自如，几个逼哥几个塑形，静静的吃，默默的离开。这的米糕依然是使用木质蒸笼，蒸笼和新式电锅蒸出来的口感和香气差很多。蒸笼有许多的孔洞，能均匀的散热，还能让米糕有独特的香气。吃米糕最好的搭配就是四神汤，汤头清爽顺口，带有淡淡的酒香气，肠子和猪肚柔软，非常的好入口。这家保安路米糕真的是在地人非常喜欢的滋味哦。每位能在台南深耕60年，那一定非常不简单。爱吃米糕、喜欢吃肉燥饭的朋友一定要去试试看哦。他们家的干面也很厉害哦。拜拜。